你能帮我把这个给楚幽宁学长吗？啊？给我吧。谢谢学姐。哇，徐静叔，这是给楚幽宁做的爱心便当吗？真的假的？爱心便当？亲手做的？教室里怎么这么吵？什么爱心便当？楚幽宁？他不会误会了吧？这不是我的，是一个学妹送的。哈哈哈，徐静叔，你也不用找借口啊，楚幽宁这么优秀，你喜欢就直说嘛。你。刚才还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，原来他还有这一面。楚幽宁，你这个便当还要不要？一副难民进城的样子。你拿去吧。哈哈，太好了，林婶，我以后就跟着你了。这个还是免了。喂，徐静叔。是谁在喊我？真巧，你每天都来这么早吗？嗯。为什么每次看到他，都会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？我要去自习室。跟了我一路了，你赶紧进教室吧。我也去，自习室我还没去过。我觉得你是故意的呢，但是自习室的确谁都可以去啊，也没什么毛病啊。好吧，我带路。你不是来看书的吗？你怎么一直看我？我没有看你啊，我在发呆。啊，发呆？这个理由简直牵强。那你转向另一边吧，我老觉得被你盯着。那你也看我呢？有种不敢对视的感觉。对不起。我刚才真的发呆了。你经常来这里吗？嗯，每天早上都会来看看书。看书是个好习惯。我决定向徐静书同学学习，我申请每天和徐静书同学一起看书。本来不喜欢私人空间被人打扰的，但是好像没什么问题吧。同学之间确实应该相互学习。嗯，好吧。